4:30左右，发生一起南下行驶货柜车撞上北上游览车的重大车祸意外，货柜车驾驶当场死亡，游览车上陆客团14名旅客轻重伤，南回公路已经暂时中断。蔡英文今天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，现任主席苏贞昌表示，参选是党员的权利。他说，服贸重启谈判、终结核四、七合一胜选是民进党现阶段三大任务，主席选举的优先顺序在后面，大家应该先为三大任务努力。台北花市搬家后重新开幕，碰上第一个周末假期，凌晨4点开始营业，到中午前已经涌入3000人次。由于临近大卖场，停车位比较少，也让周边交通受到考验。被称为台湾史怀哲的王金和医师，13号脑溢血并发心脏衰竭，病逝台大医院，享受98岁。民国50年代，台湾沿海地区五角病蔓延，王金和免费帮人治病，救人无数，人称五角病之父。台南市政府将和家属研商举办哀悼活动，表彰王金和医师为医疗奉献的精神。金华电视报道。